欢迎来到分享沙龙49天数算俄美尔。今天是第20天，要如何数算俄美尔呢？5月5日的日落到5月6日是数算俄美尔的第20天，就是第三周的第6天，是 Isod of Tiferet。要操练看见和认识彼此的独特美丽的特质，与人建立美丽和谐的连结和约的合一关系。Isod 的意思是 foundation, bonding, connection, 意思是根基和连结。Tiferet 的意思是 harmony, beauty, compassion, 和谐美丽和怜悯的意思。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美好的人和事物互相吸引，当他们彼此连结合一时，就更加彰显他们的美丽和谐。比如说一朵花很美，百花齐放就更加绚丽多彩。神造了亚当后，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于是取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成为他的另外一半，他们彼此建立的美丽的约的关系。约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工作合作伙伴的关系的。正如一个拼图一样，每一片都赋予了独特的美丽，但当每一片彼此连接后，形成一个图案，才显现他们的合一的完美。同时 Tiferet 有 compassion 同情心的意思，为了向人表达充分的同情心，需要彼此的连接，需要在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创建一个通道，超越彼此需要的相互关系，而是一种继续彼此联合的纽带。这是真正同情心所呈现的最令人欣慰的结果。今天要检视的问题是，你与你所同情的人保持亲密的连结，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你们彼此的互动是否超越了单一同情的行为？你是否看到对方身上独特的美丽特质？今天数算俄美尔的操练是，要寻找一个人，不只是向他表达你的同情心，更是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确保你们的关系里拥有一种永恒的美丽。在寻找一位亲近的人，操练看见和认识彼此的独特的美丽特质，建立美丽和谐的连结和约的合一关系。要如何操练数算俄美尔呢？每天日落后分别时间，要站着开始诵读祷告文后，开始默想和操练。如果晚上忘记了，白天可以诵读，但不要诵读固定的祝福祷告文。这就是固定的祝福祷告文。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是应当称颂的。他用自己的诫命使我们成圣，命令我们数算俄美尔。今天是数算俄美尔的第20天，是第三周的第6天。然后你可以开始祷告，愿耶和华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愿耶和华的荣光永远光照我们，使我们的道路为世人所知，我们的救恩在万国中被知晓。神啊，列国要赞美你，万民都来称颂你，万国要欢呼赞美，因为你将公正的审判万民，并永远引导地上的万国。神啊，万民要赞美你，列国都要来称颂你，因为大地已经出产。我们的神会赐福给我们，神会祝福我们，从世界最远的角落开始，所有人都将敬畏耶和华。我们祈求你以你大能的右手释放被掳的得自由，祈求你接受百姓的祷告，加力量给我们，洁净我们。全能者，我们恳求你保护那些寻求你的人，
祝福他们，洁净他们，将你仁慈的公义永远赐给他们。大能者、至圣者，以你丰盛的良善引导你的百姓。独一的圣者，祈求你转向你的百姓，他们铭记你的圣洁。祈求你接受我们的祷告，聆听我们的呼求，你知道我们最深处的思想。愿你的国度、荣耀之名存到永永远远。主我们的神，宇宙的王，你借着摩西命令我们数算俄美尔，以洁净我们的邪恶的不洁，正如你在妥拉中所写的，从安息日的次日起，从你带来俄美尔作为摇祭的那天起，你要为自己数算，数算将持续整整七周，直到第七周后的第二天，共计50天。这样你的百姓的灵魂就得以洁净，脱离他们的污秽。因此主我们的神，愿这是你的旨意，在我今天数算俄美尔的美德中，我的过犯得以更正，我将得以洁净，并以超然的圣洁成神。愿如此丰富的恩惠赐予世上所有的人，愿透过数算俄美尔，将我们在建立与人美丽的约的关系中所犯的每一个过犯和缺失得着纠正，我们的灵魂得着提升，以你超凡的圣洁洁净我们和使我们成神。阿们。帮你读书，帮你成长，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也欢迎订阅分享 Shalom Sharing， 给予祝福的赞美，愿神祝福你。